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熊仔，很高兴能够担任 ROG 的年度代言人。我现在马上就来开箱这一台超酷的 ROG Zephyrus M16 西风之神。我入手以后，第一眼看到最有感的就是它的荧幕，这是 94% 的荧幕占比，所以用起来，你看它的边框已经几乎消失了，整个视线的感觉超级辽阔。再来不能不推的就是它搭载了165赫兹的 WQHD 极速面板，意思是今天不管你是要创作或是要玩游戏，它的影像都是最快最真实的呈现。接下来是我最重视的声音的部分了，它内建了6颗喇叭，还有杜比环绕音效技术，这对我来说超级重要，因为我在创作上其实有点龟毛，有点偏执，那用起来它的临场感可以让我全面检视它的每一个声音系统。当然就是放松玩游戏的时候啦，打 game 的时候可以完全沉浸在里面的场景细节，让我可以超顺超溜秀一波神操作。按 Enter， 我认为的强者就是在每一次的挑战中都把自己视为必须击败的对手，相信你也可以用 ROG Zephyrus M16 超越自我。我是熊仔，无惧，强者我自己。